而且重点是他们木星哭就算了，然后化妆师姐姐要一边帮他们擦眼泪一边补妆。哦天哪，是辛苦化妆师姐姐。哎、欸，我找不，还在哭，哎，我找不到。有人说，请问出场顺序怎么安排的？出场顺序呢，其实就是大家就是抽签，抽签决定，对吧？对吧？瑜伽对吧？没错、哦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没有，没有公司特别说哦，给谁第一团，给谁最后一团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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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是抽签决定的，自己会，他们会抽签决定我。对，刚有没有什么想法想跟380位粉丝说呢？你说我吗？对，那有什么想法、欸、大家说，你们这次木星的表演两次，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很棒。没有，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在台下看，我觉得这。那个真的很，我觉得真的很好看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分数会这么低。说认真的，就是可能就是抓不透那个心呢、啊。而且志廷就他不是讲说，就是好像还不够，那边真的会崩溃。对，那个好像还不够，超催泪的。真的。对，真的。就觉得啊、哦，天哪！而且我有去你们木星影片留言呢。你留什么？我忘记了，我看一下哦。你们先聊一下啊。原子，玉佳你在干嘛？我在弄头发，你看整个歪掉哎！我刚洗完澡，然后整个塌下去了，怎么办？没事啊，我现在头发也乱翘啊。你们是不是都？啊？我自然、啊。你们是？没有，我是烫的。啊，我有自然卷呢、欸。而且你的发完美。我是大卷，可是我这个像刚刚好。对啊，對，你那自然蓬度是怎样？我也是，就是不好意思啦。哦、我说我在下面留言说，你们木星真的很努力，你们私底下练舞唱歌都会问很多人意见，也吸收很快，跟上次进步。就上次比起来进步很多，而且原都大家在第二现场就是表示也是很喜欢，然后你们越来越有团魂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 pick 你们。对啊，很棒。对，我把我姓名也想出来。Hello， 林武，我叫你哦。什么？下一拜换你们，对不对？对，下一拜换我们。换他们。期待了。终于要换我们了，有够久。可是不知道会被剪得如何，就是也是心惊胆战啦，属于心惊胆战的一种。真的，因为我们都不会先看过，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看首播。对对对，我们就是跟大家一起看首播，而且我要跟你们说，就是我们就是那个赖 TV， Oh my god， Oh my god， 每次到表演片都哦就特别的糊。哦，我以为你是要说会进广告。哦、也是啦，会硬性刷看广告，还要就是硬性刷 IP 才会有好就是比较好的那个比较好的画质这样子。我就觉得，好的，真的。东红的时候要进副歌前直接来一段广告。对，就是准备一二三，然后就广告了，广告了。My dear friend， 哎，真的，真谢谢耶！大家快去蔡真的粉丝群，没关系，不用进我粉丝群，没关系，进他们两个的，对吧？进他们有吗？高二也有吗？我没有，老高，你没有粉丝群？有啦，我要去蔡真的，不要啊！白痴。玉佳，我们等下潜。好，我们等下潜水。我们等下就是先不要说我们是谁。那我到水要。我潜着，我们我要叫一个很奇怪的名字。对，我们要叫很，我要叫很路人的那名字。你说可能什么草莓奶昔，或是香蕉冰棒之类的吗？对。我要叫我爱苏打。我爱草莓。我要叫 Fin。可以吗？可以，你说Fin，你说运动饮料吗？对啊，我可以叫运动饮料啊。然后我等一下一定会就让你找不到我。
好啊，那我就叫群组的人去猎屋。都不给进了这样。对，就是说哇，那个感觉超多人，300个。没有很多，没有很多，因为我之前不是拍抖音的吗？嗯，我在拍抖音的时候，当时就有粉丝帮我创，然后我就进去，然后那时候就多到200-300。可是那时候呢，我不知道现在，可是之前两三百的时候，然后就会很卡，就可能有人聊天就会很卡很卡。然后后面我就跟那个管理人说，可以把人数控制在100就好了嘛，然后就控制。然后之后就又比较顺畅一点点，可是我不知道现在 LINE 在这个地方有没有改进。有，好像我现在的有200多个，然后他们聊天都是一就是可能一天我会看加999加，然后他们都聊得很顺，就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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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其实还蛮顺的。现在在了，但以前我不知道。那你们粉丝群在里面聊什么？好好吃。他们我有时候会就是看到我被 take， 我就出来。乱一下，然后再潜水回去。我都看到他们聊很多，就是我们水星的那个衣服，还有一些、啊、可能谁在直播就会马上有人通报。对啊，真的假的？你说也是有一点，有一点啊，狗仔队的感觉。小孩的社群有904个。太多了吧，超多。我在小孩的群组里面会炸掉吧。我在小孩的群组里面我说过很多很白痴的话，可是都没人知道我是谁。你是潜水啊？我潜水啊，我潜水，我用很奇怪的名字进去。对啊，他们太多人了、哦、而且他们的粉丝群也是很可爱，他们粉丝群会聊很多有的没的啊，就是其他星球人他们都会聊，他们其实还蛮 peace， 就在乱聊。嗯，就是都在乱聊。1695哎，哦，蔡承佑的1695不会荡到爆，什么概念啊？1695就是同时一秒有人传你就有家了、欸，一秒有人传就。啊，已读1000呢、欸欸，对啊，就剩下哇，哎、欸，我没有看过已读有999过，就是可能过超过300的完全没有哎、欸，真的，完全我是看过这，我是没有看过这么壮观的数字啦，哎呦，哎，一家频道啊，大家都是在聊各的，不然就是我可能会偷偷的也是潜入蔡承佑的群组里面，然后开始乱。然后不时传个爱心啊，或是打一些什么我爱奶昔啊，或是我爱草莓之类的。太闹太闹，多人的话就会荡掉吧，你就可能手机会爆开。哦，每天999加，哎、欸，真的也是很疯狂哎、欸，一定吧，因为蔡承佑跟小孩就是。在节目上还蛮不错的、啊、很优秀哦。嗯，你们的里面有没有冰沙姐的演员？可能说野莓冰沙、草莓冰沙那类的啊？就是你们有没有人就是那个就是在群组里面，然后名字叫可能香蕉冰沙、草莓冰沙、野莓冰沙这类的？有吗？有类，好像有哦。有，是你哦。我不是我，可是我很喜欢他们。我很喜欢草莓，我很喜欢那个冰沙姐妹会，因为我觉得他们讲话很有趣。可是真的不是我。真的吗？真的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我怎么可能会取那种名字呢？你是不是说过那是你粉丝啊？没。然后结果我现在开始，等一下。那个高贺的群就会多很多草莓冰沙，很多不同口味的，不同的，对啊，冰沙、芒果冰沙之类的啊，我都帮大家取好了。我做的，对啊，就是，嗯，对啊，冰沙很有梗，而且你知道，我之前早期的时候，我
我们群组有冰沙姐妹会的整个系列整个家族，对，他们还给我办，你看你遇过？我没有，我记得你讲过，我跟你讲过吗？我忘记了，我忘记是哪一次直播，反正我记得你讲过，你有一系列家族，应该是你们金星在直播的时候有讲到。哦，反正就是他们还有粉丝，他们还有那个，他们还有账号哦。对啊。可是现在应该是没有在经营了啦。好酷、哦，都很好笑哎。然后上面都是他们自己冰沙姐妹会的人在聊天。冰沙姐妹会。对，就像冰沙姐妹会，就是可能发一篇文，然后就可能是什么冰沙的。他说：“大家好，我是野莓冰沙。”然后一个野莓冰沙的照片，然后他们就会在下面打说：“哦，我好爱你哦，野莓冰沙，好想喝你看看哦之类的。”什么？而且就是很好笑，就是有一个小小的题外话小故事。嗯，好酷哦！我今天看到200，不200啦，是大概原子少年一半都破万，我就觉得好酷，好猛哦，大家。对，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原子真的做得蛮好的，所以大家的粉丝都有涨起来。没错，嗯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原子这档节目真的很不错，赞，对啊，荣幸无耻。8点了，要去投票了，快去投票吧！真假？为什么8点要投？哦，快多两票，对不对？还是三票？对。UP 直播对不对？还是 UP 跟冰放都有？好像都有吗？我个人是不知道啦，可是我只知道 UP 直播最近还蛮，就 UP 直播每次都在换方式投票。对，真的。之前本来还会想说帮自己投票，后面就是发现有点累。我跟你说，有人叫芒果冰沙申请要加入我的社群，我看到了。真吗？认真，有人跟我叫芒果冰沙，完蛋，我都看到了。你们有看？你们的群组没有跳通知吗？你们可以丢上来，其实。共玩今天播完，真的假的？哦，今天共玩播完了。我记得他本来不是前天，就是才九五多还是94多吗？那他今天破了。很不错呢，共玩。哦，小年纪破万。你们有开过其他选秀节目吗？你是说看过吗？你们有看过其他选秀节目吗？两位，大陆的哦，嗯，对，大陆的、哦。你们像是嗨嘉诚，你们看过什么样子？你们是看哪一个？我看女生的。你看女生的？我看那个创造101。到啊！你看创造101。对啊。你们都看创造101有？对啊。你说最？我也是没有看完，我就看一点点。我也是只看一点点，可是他们的包装真的包得很好。对啊，我都看表演居多。我也都是看表演居多，就是看他们的表演片，看他们的，对，就是看他们的舞台，看他们舞台就觉得哇哦，他们的就是一系列一整个感觉就是非常的顺。那你们有看过那个吗？你们有看过那个吗 ？Girls Plan。哦，我有看表演片段。我没有。你是看表演片段。对，下去在宣传蔡正群呢，宣起来。不要，不用宣传我的，真的不用，真的不用，不用加入，没关系。不要啦，白痴。那你们有看过 Kingdom 吗？或是 Kingdom？ 懂？我知道你讲那个，我有看过。我不现在女生看过吗？今天出了那团新出了一团叫什么？忘记。Apple， 我忘记叫什么。哇哒哒，哇哒哒哒，不是不是，更新的。更新？哪个？你是说那个吗？呜 ，A P E 啊 ，I V E，I V E 哦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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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套吗？那个是对，那个是新的吧？嗯，他们还蛮新的，对吧、啊？这个 YouTube 首播的首页，2%了。
玉佳，你知道这个吗？玉佳一定知道。你该去更新一下了。对啊，我去充电，你们开，我在下面看，剩2%GG。好啊。拜拜。拜拜。大家拜拜。玉佳真的很哦，好大好大，我变好大哦。对啊，我刚才都这么大、啊。哎，露眼睛。你最近在干嘛？最近吗？就蛮闲的啦。就是走一些秀之类的，捧拍那些。对啊。哦，哎、欸，我真的很羡慕你们木星的人呢、欸。你们木星人怎么拍怎么好看呢、欸？我真的是很生气。是这样讲，你也是啊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好，你也知道我的给人家的形象大概是怎么样，就是可能比较凶凶酷酷的这样。可是每次我们在拍那个前面那个形象照的时候，我都被要求要可爱一点点。那你笑起来也好看，我知道你说了，你会有一个那个就是凶凶酷酷的那个状态。对，还是说他讲，他不行，蔡正，嗯，你的表情要再笑开一点，然后我就讲，那你自己喜欢你凶凶酷酷的，还是你想要你活泼一点？我吗？我比较喜欢我是酷酷的，我比较喜欢我酷酷的，嗯、我是，可是我应该说我在不熟人的面前，或是我在一个平面上，在一个平面上会想要帅帅酷、嗯，我讲脏话。没听到吧？没听到，没事，消音。然后就是我刚刚就说什么，反正就是我就是平常就是凶凶酷酷帅帅的。你刚刚问什么问题去了？我说你喜欢你凶凶酷酷，还是你要活泼的那种？你自己喜欢你？哦，我是说我在认识人的面前，我觉得我可以活泼可爱那种感觉。可是我觉得现在外界的话，我会想要包装自己比较。凶凶的感觉，嗯，对对对，我会这样子觉得，就是我也不知道，我想我就是想要有两种心态给大家看，嗯，你这两种都很适合的，说实话，嗯、因为你抖音的影片都是那种，也没有多啦，最近几个都是偏可爱的嘛，就是有笑的那种，啊，真的假的？你适合吗？我说你。说你，你说我，哦、我，对，你最近那几个抖音新拍的，你有看哦？有啊，你变态哦！哦，就是我跟你说，我最近的抖音啊，我都是很随便拍，我就随便拍随便发，因为我之前我跟你说，抖音就是也是一种魔咒，你特别认真去拍这抖音的话，就不会有流量，你随便拍就会有流量，真的假的？我以我之前这一两年的经验，我是这样觉得。你今天特别用心拍这抖音，这抖音就不会有流量。哎、啊，你随便这样子，然后你就会有流量了。流量密码是？对，这个流量密码我真的抓不透。好，收到。学习起来。我就觉得，哦，天哪！所以你们在拍抖音吗？我很少哎、欸。但我记得你之前不是有一阵子有在认真会丢卡点啊，我会放一些卡点。哦，啊，你干嘛后面不拍、啊？后面有点懒，现在就不知道要拍什么。但我都有在看你的，笑死！你都在看我的，真是不要这样好不好？真是、嗯、有人说，那高赫要不要试试看这个流量密码？我一定，你要不要？我可以，我哎、欸，真的要试试看、欸哦，蔡正压丁很凶，来、来，我可能你们会有机会看到我压低声音的，就是你们有时候可以，你们可能可以有机会 ，maybe 可能在节目上啊，在那种私下，你们可以看到我压低声音的那一面，对，就是敬请期待啦。哎、欸，我刚有问过这问题吗？有人说高赫要不要试试看这个随便拍
这个流量密码，你有回答我吗？还是我刚随还是你说随便把随便找一个音乐，然后开始在那边乱动这样？不是啦，就是可能说，哦、嗯、好，可能说最近不是很红，可能说什么咖喱或是那个什么，嗯嗯 ，DU 那个，就可能说你就拍，然后就随你就真的是很随便，你就拍一次，然后就过，就直接传。哎、欸，好哎、欸。真的，我真的就这样，哦、而且就是假，而且假如如果说你有 NG 的话 ，Oh my god， 更多人喜欢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好像是哈、哦，大家想要看自然的一面，对不对？对，大家好像比较喜欢共玩的一面，共玩在哎、欸，共玩要聊吗？共玩你想要一起跟我跟高赫聊吗？共玩还在吗？哎、欸，共玩你庆祝破万粉？对，共玩你要不要来庆祝你的破万粉？他还在吗？有人可以帮我询问一下他还在吗？就是对，共玩你还在吗？是否共玩你还在吗？他在啊，他在，他在吗？在啊。雨不在是不是？我怎么看不到留言？哦，共玩呢？等一下、哦，好麻烦哦 ，IG 好麻烦哦，怎么用啊？等一下。我只找到共玩诶、欸，那个什么，共玩拒绝我了，哇，直接被拒绝。共玩，你这样对得起我们吗？共玩，你好不容易一万粉呢、欸，然后你现在你忍心的按那个拒绝键？大家，我在吃饭。饭、哦。哎呀。我先来边吃边看直播娱乐娱乐，你不要再给我在那边这么多废话。没有啦，按赞啦好不好？按你一个赞。逛完伟成都在哦，伟成也在是不是？哦，好，逛完慢慢吃，逛完慢慢吃，我不逼你好不好？反正我们以后还是有机会可以一起直播。好啦，我知道逛完在吃饭啦，每个人都在下面打说逛完在吃饭，逛完在吃饭。好，开始护航。对啊，保护起来。没有啦，我只是开玩笑的啦。你们很认真哎、欸，天哪！不要不要，他叫妈妈好不好？真的是，你知道那时候，因为我粉丝都会叫，然后原子少年有些人也会叫，就他们就会看到，就会说：“哎、欸，蔡妈妈。”这样，然后我就为什么？为什么妈没跟到？他们会说我，他们会因为我叫妈妈，原因是因为我在金星团不是，或是在原子少年不是，就比较属于一个比较偏妈妈的担当，就是会跟大家聊一些心事啊，开导大家，所以他们就直接把我命名为妈妈。原来如此。我记得我有跟你聊过天吧？有啦，但不得不说你真的算蛮贴心的，我认真的。当然咯，因为看你们在那边，看你们在那边要哭不哭了，我就觉得哦，天哪，好难过啊！有人问说，饶高赫你出关了吗？哎、欸，我出关啦、啊，我出关很久了，我已经对。真的假的？那你想要，那你要分享一下当时你确诊的心情吗？哇，认真吗？哎、欸，我还没这样讲过。这可以讲吗？还是不要讲？没关系啊，讲啊，我没关系，我还好。这是可以，好好好，那我的其实很无聊，因为我是无症状确诊，就是我一点症状都没有，我不会喉咙痛，我不会咳嗽，我什么毛病都没有，然后但是我就确诊了，然后就关在家里十天，然后我跟金鱼一起隔离的，对吧、啊？我们两个就关在。家里十天相依为命，三餐叫外送，超无聊。那时候，因为蔡正，你应该没事吧？哦，我现在，反正那时候，因为不是就是有人确诊这样，然后我们不是大家都要居家隔离。嗯，我在家隔离的这几天，我真是疯掉，你知道吗？没日没夜。欸真的，然后那个剧都是已经看了差不多了，就是对。
是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了，没什么事情可以做。对啊，可是是不是现在蛮多人都是无症状的、啊？对，不然就是超轻症那种。对啊，所以那时候是有喉咙不舒服吗？还是我没有啊？哦，你都没有，完全都没有。没啊？你有吃药吗？我没有吃药。没有吃药？因为你有药。有医生有开，我去 PCR 的时候，医生有开给我，但是他问我说有什么症状，我跟他说都没有，所以他就开了一个，他就只开一个药，然后我就想说我没症状，我先不要吃。哦，对，如果有我再吃这样。对，那我听说那个药就是吃了就是会一直便便，嗯，因为在排毒、哦，就是很像你吃那个药，它会一直排毒，然后你可能就会好的比较快一点。哦，原来是晚肠的部分，因为它好像没什么，它没有什么药医，所以就是它能让它排毒这样。原来，对啊，哎，所以你那时啊，你那时候你是跟金鱼一起隔离哦？对啊，那你们那时候怎么买吃的之类的？就 Foodpanda 之类的吗？对，Foodpanda、Uber Eats 餐餐都这样叫。然后啊，可是这样子的话，那我再问你，觉得这样子的话，你觉得正常生活比较花费，还是你隔离这段期间会比较花费？隔离，因为要加运费是吗？我不知道，真的蛮贵的。哦，也是。这因为他们就会比一般你在店内买的价钱再贵嘛。哦，加运费什么的，是没错啦。啊。当时隔离几天？十天。十天，那你们来方便透露一下你们的金额是花了多少钱吗？有10000吗？我算一下我的，我大概8000。哦，也是超多，超级多，真的。很多哎、欸，那我再跟你讲一个，就是我自己那时候。我们自己不是要居家隔离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就是没日没夜，然后没日没夜，然后因为我室友嘛，可是我都关在房间里面，我就都完全不能出，我就完全没出去。然后我室友可能就会煮饭，然后放在我门口，就拿椅子，然后放在我门口。然后呢，刚好我都在睡觉，然后醒来的时候，我要吃的时候都冷掉，所以你知道我那时候隔离的那几天，我都是吃冷掉食物。天哪！啊，你不叫他们再把你拿去热一下？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因为他们都要睡觉啊，我不好意思打扰啊，我想说不要出去，那我说那我就在房间里面，然后就吃那些冰冰的菜。哇、哦，辛苦你了。对，然后你知道我一出就是一出关，然后就是那时候就筛的时候，就是一筛说哎一样是阴性，那我就立刻跑去吃什么竹间呐、啊、什么什么这些，开始吃，真的开始吃。我大吃特吃啊！我就觉得说，天哪，也太好吃了吧，人生美味哎、欸！我们那时候，我跟金鱼的作息超乱，我们早上6、7点才睡，然后睡到晚上，就整个大颠倒。我也是，而且因为真的就你隔天没事，你就一直睡，就除了睡觉也不知道干嘛。真的，然后一直聊天，一直聊天，也聊到不知道要聊什么。对对。然后玩多也玩到一个觉得队友好雷，精疲力尽。对啊，看剧又看到一个觉得说天哪，我怎么一直在看剧？对吧？然后睡觉也睡到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真的。所以就是觉得哦天哪，而且我房间就是比较正正方方的一个小空间，然后也没能干嘛，就是我都只能躺在床上，然后拿着电脑在那边看剧。哦，真假的？对，我都拿电脑看剧，真是。辛苦你了。哎，不可能两个人双都拿支笔吧？你怎么刚好也拿一支笔呢？对啊。原子谁搞笑担当？你有没有心里面有没有一个伟绿，伟绿吗？伟绿他昨天那个笑话，我觉得蛮好笑的。哦，你说我要睡的那个吗？玻璃的那个。哦，我觉得。地球里面有韦律这个角色，我觉得是很不错的耶。他真的很闹，但是也很赞。就是他，
对，就是他虽然可能没有上到台，就是我也会觉得好可惜。可是他没上到台，他可能也不会说到让观众知道他的心情起伏，然后他也会去照顾他那同团员。我就觉得哇，就是他很他是个单纯的弟弟，对，他很单纯呢。那时候，哎，我们那时候菊鹏是一起拍吗？忘记了，是吗？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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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我们菊鹏都，我记得是不是有尾绿？有尾绿，然后他就是拍不好，然后一直被刁。对，他就一直被骂，超好笑。可他真的很可爱，他真的很可爱。哎，那我们蛮多人都那个的。哎，吓我一跳，我也是原子少年的。我也以为。你们可以不要盗图吗？吓我一跳。我刚刚想说不可能吧。不可能官方在这边传爱心吧。对啊。金星是开心果星球。嗯，就是我们金星会比较负责传递正能量给一些星球啦。金星哦，综合实力。嗯，太强！哎呦，你真的是太会说话了。没有没有，就是我们真的也是很苦着练习啊。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剪，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剪我们私下画面。可是就是我们私下也是真的是很练习，而且你知道我们在练打击的时候啊，然后在那时候真的是觉得太可怕了。然后我们还约到醒吾夜练。醒吾啊？对，就是因为。不是，因为我们会约到醒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金星就有两个人是醒吾的，然后之后其他人又住在醒吾山下啊。对，去嗯，就是有，哦，我们就是两个人啊，住比较近的，然后约一起，然后练拉吉。反正就是我们那时候超认真，然后唱歌我们也是那时候我们在练习，我们在夜练的时候我们就一边唱一边跳，因为我们就怕说到时候会很喘或者怎么样。果不其然，当下是超喘的。对啊，你们那个舞很啊，没什么可以休息的地方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就真的是没什么休息。后来有一段会休息啊。期待下礼拜播出。对啊，期待下礼拜播出的各位，想知道蓝蒂老师跟艾莎那一段练舞要怎么对？你听得懂意思吗？我看不太懂。我也看不太懂。可是就是呢，他们哦，我们会有一个编，如果他的意思是这样，就可能我们会有一个编舞老师嘛。然后艾莎老师不在的时候，那个编舞老师就会来冲。哦，是给。节目组不会安排你们练习场地吗？会啊。节目组会问我们说要不要借什么时间点，然后之后每个团就会去分配那个时间。对，嗯，对，叫，对啊。下礼拜压轴是谁？我们真的是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压轴是谁，我也忘记。对啊，对个，哎，下礼拜你们跟土星嘛？嗯，哦，哎，你有没有对一个队友特别？就是第一印象是特别深刻的。